尝不到但是。大家好，我是福音，今天我们做清明果吃，今天慢慢熟悉炒作吧。现在先开始采这个皮。鼠蹊草用开水烫熟之后，就把它放到这个米粉里面，和米粉一起踩均匀来。这个就是清明草的皮了，等一下就可以拿去包菜了。哎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香啊，开始包了。姐姐姐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我包三个，你包一个。哈哈哈！小李。是吧？你看这水蒸气。这种明天好像好吧，吃。